在 OK OK 舞团的精彩表演下，今年2016新竹生活节活动揭开序幕。去年首度推出新竹生活节活动，获得民众的一致好评。两大主轴活动漫步护城河以及国际日，分别在9月24、25号、10月1号、2号连续两个周末假日，在护城河畔以及观星公园展开。今年2016新竹生活节，9月24号、25号哈，就在我们的旧城区护城河畔要来展开。那10月1号、2号呢，会在我们的观星公园哦，继续来举办我们新竹生活节一系列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国际生活日这样的一个活动哦。那我们期盼不仅是我们的市民朋友来参与哦，也更希望说共同在这个城市生活的外籍朋友都能够借由这新竹生活节的活动哦，一起来感受这城市当中最美丽的风景，就是我们的新竹人的热情哦。今年的新竹生活节以城市乐园为概念，连续两个周末热闹举行，欢迎市民朋友以及全国民众一起来分享快乐的生活态度，找回简单快乐的幸福感。24、25呢，好，我们在228公园东门城跟护城河，从早上的10点到6点，下午的6点。有相当多的街头艺人的活动。那另外呢，在东门城呢，在9月24号跟25号都是有摇滚乐跟这个跳舞的舞动的年轻朋友的舞动新竹的活动啊，欢迎市民都来共享盛举。活动记者会，市长林志坚邀请多位市议员到场参加，同时对活动表达支持，也邀请全国民众漫步新竹市的护城河畔，逛市集、听音乐、尝美食、赏表演，享受悠闲时光。开播新竹万事联采访报道。